黄毅清被批捕，周立波点赞。今日，黄毅前夫黄毅清贩毒吸毒被批捕，与黄毅清有过节的周立波在相关微博下点赞。不光点赞，周立波还在自己的微博中比出胜利的手势。七月底的时候，黄毅清就因与周立波和胡杰夫妇长期存在私人恩怨纠葛，为发泄私愤，故意编造杜撰和发布相关帖文而被警方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。此后，黄毅清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对周立波手写道歉信，来源：潇湘晨报综合编辑陈倩。